先我们来那个这个中间的那个螺栓，螺栓的厚度是吧？嗯，先来厚螺栓。好。啊，我们先量一下尺寸，最后量量那个螺母。量尺寸，尺寸就像这样看得见。420。好，然后螺纹。好，量量那个这两个螺母的。螺母。螺母，这个螺母很好的。啊，每个螺母一个好了。那个螺母也弄一下啊。好吧。还有那个这边的84。好好好。不行啊，这个太大了。嗯。130。没档数的。82。它这个工业电风扇。你看。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啊，这边可以。89。哎，弄。可以鹅地方。79。140。好。